神秘之系第三节，今日咧就好高兴请到苏博士嚟啦，咁佢就会讲，即系同我哋讲紧呢个咧就系埃及金字塔嘅题目。嗱，头先我哋就讲到咧，即系嗰个金字塔本身啦，咁但系大家知道咧，金字塔唔止一个啊嘛，有三格，即系三个金字塔噶嘛。大金字塔有三个，系啦，好多个噶，系啊，金字塔好多个。唔系应该和夫嗰个先叫做大金字塔，咁但系金字塔旁边有两个都好大嘅。系啦系啦，系应该咁讲话。咁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咧，就前面有只人面狮身啦。嗯，咁呢个咧就一路大家都好大嘅争议啊，争论就系究竟起咗几耐？咁正如阿苏博士头先讲啦，非主流嘅啫，万年前噶啦，啊，咁嗰个就即系下边嗰个即系所谓个 water erosion 嘅一个证据咁样。咁但系近年咧就系话，喂，其实呢个人面狮身咧，佢之所以摆即系建造或者佢摆，就同太阳嗰个即系所谓呢个日出日落有关系嘅。咁但系我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我哋第一次讲到嗰个火星嗰个即系样咧，同呢个狮身人面有冇关系嘅咧？就人面獅身咧，就肯定係向東嘅，即係如果我哋用翻個大金字塔係向北啦，即係北南北啦，咁獅身人面嗰隻頭咧就係向東嘅，咁有人話咧就嗰個獅身人面嗰個樣咧，同喺70年代維京太空船影到翻嚟火星上面個人嗰個人面咧係好似。咁但係因為火星人面嗰個咧，就其實個 resolution 咧就唔係好高，好低嘅，所以咧就即係你都要靠啲幻想力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個即係有班科學家研究咧，發現咧喺火星嗰個所謂 Cydonian Plain 嗰上面啦，除咗嗰個人面之外咧，仲有幾多好多啲得意嘅地形特點嘅。其中一個咧就有一個村落咁樣嘅，個村落咧上面有好多石頭。嗰啲石頭咧，全部咧都係根據一啲好得意嘅幾何圖形。嗰啲幾何圖形咧，全部都一係咧就等邊三角形，一係直角三角形，可以畫到曬出嚟嘅。咁佢哋咧就發現咧，原來咧，如果假設我企喺嗰個其中一個村落嗰個中心嘅地方，望住嗰個人面，我望住人面啊，見到個你見到人面啦，見到個鼻哥啊，見到個額頭啊，見到隻眼凹咗喺邊咧，係啦。咁而個人面嘅再遠啲咧。就有一塊好似一塊 screen 啊，即係一塊屏幕咁嘅牆。咁咧就佢哋就話計算出咧，就係如果假設喺春分嘅時候，即係火星春分啊嘅時候咧，嗰日咧朝頭早咧，你企喺個村落度望住個人面嗰個鼻哥咧，個太陽咧就會一個升起噶啦。咁同地球呢個差唔多都。咁可能就同地球呢、這個呢個事實上面有啲關係，所以會唔會我哋地球呢個人面咧，其實喺火星抄過嚟嘅咧？呢、這個又係即係菲利學嘅睇法啦。咁我哋頭先講過咧，就近年嗰個埃及嘅金字塔嘅研究咧，事實上都係即係相當之多嘅新嘅趨勢。咁第一樣嘢，我覺得咧就係、是、以而家譬如我哋嗰、那個即係衛星。或者呢個高空監察嘅能力咧，我哋有冇條件唔使掘，我哋都睇到下，即係嗰個金字塔入邊有啲乜嘢嘅空間喺度咧，或者個地下係點樣？我諗呢個係比較困難喎，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衛星睇嘢咧，主要咧就係用啲唔同嘅輻射、唔同頻率嘅輻射啦。咁一般係用紅外線啦，或者係用一啲可見光啦。咁紫外線就比較難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地球發射紫外線上到太空嘅話咧，一早已經冇曬，因為越強嘅波段嘅輻射咧，佢嗰個衰減係越快嘅。所以咧，我哋睇無線電波、睇紅外線。同埋睇可見光係比較容易嘅，所以如果就咁樣喺個天上面嚟望咧，我就唔覺得會可以睇到裏面有啲乜嘢。但係如果假設我哋有辦法可以由地面發射一啲電波入去個地層裏面，即係等佢反射翻出嚟，再去接收嘅話咧，咁唔排除可以睇到
一啲嘢都唔出奇、嗯、啊，因为呢个咧就等于好似我哋用譬如用声波啦，譬如声音，我哋将啲譬如声音，声音系好低频噶嘛，用声音震落地下度咧，咁、那个声音就喺个地下度传噶啦，咁传到有空隙嘅时候咧，佢会反射，咁我只要量度到呢啲反射波啦，就可以知道，咁呢个就唔可以喺卫星度睇啦，咁就只能够喺个地面度睇咯。嗱、嗯，换言之，如果呢、這个即系技术未做到的话，系咪我哋真系要走入个金字塔掘嚟掘去，搞到个金字塔烂晒咧？咁如果政府俾你掘嘅话呢就好好啦。通常呢啲咁嘅所谓圣物啦即係嗰啲呢啲地方唔得㗎喎。又唔係喎，因为其实成个埃及嗰个经济来源都系呢个考古嗰度嚟㗎喎。咁头先苏博士提及嘅嗰个科技呢将个地面嗰个勘察好似而家系比较最都系用呢一种方式呢嚟去揾緊金字塔同埋嗰个狮身人面像嘅周遭里面有冇地下室。那個似唔似周遭嘅？譬如話佢嗰隻爪，下面咧，即係入邊嗰度係咪有一個藏書室喺度啦？係啊，係啊。咁、嗯、用聲波啦，用聲波係喺建築學裏面都成日會用嘅。聲波呢個係對嗰個結構影響係最少嘅，係、嗯、啊。其實仲要另外一個方法，其實咧就係你最好就揾到嗰張圖積啦。即係呢個當然而家就較為困難咗，但係咧亦都有啲方法，就係好似唔知之前幾時話再喺另外啲地方考古嗰時候，發覺一啲細嘅模型啊。即係點解其實就係話嗱，正常嚟講啊，呢個咁大嘅工程，花咁長時間，冇理由冇做過 rehearsal， 一個 mock up test 都好啊，藍圖都有過，有可能。是會另外一些發掘當中找到一些它小型的一些的 model， 是一些文物、啊、是的，這些其實是一個可以來做參考的佐證來的。但現在就暫時未找到了。大家都記得呢，就前幾年呢，就我想十年到有個德國人呢、我不記得是Garden Brink， 這個 Garden Brink， 我不記得具體是什麼、就甚至呢就在其中一 個隧道裡面呢就作蹦牆。咁那件事到現在是怎結果呢？嗰件事呢，如果大家有記憶猶新嘅話呢，其實當時係全球廣播嘅。係呀，直播。好直播。直播。直播。National Geographic 好似呀。國家地理雜誌呀。咁呢就其實點解會要去作呢，個原因呢就因為有低黃霧室，就有兩條氣道就走出嚟嘅。一個係北，一個南。而呢條氣道呢係出到露天嘅。一路可以追蹤到露天嘅。但由皇后霧室呢一樣有兩條。是差不多平衡帝王霧室那兩條的。不過呢皇后霧室這兩條呢就是向北向南。嗱、聽眾可能沒有那個具體的圖則，你可不可以即揀個皇后霧室和那個帝王霧室那個位置大概是怎樣的？帝王霧室呢就差不多剛才說了三分一。嘅高度啦，咁而皇后墓室咧，我谂大约系帝王墓室去地下嘅一半，咁即系矮少少，矮少少嘅喺下面嘅，咁、但系咧系皇后墓室咧嘅个屋个顶咧，先至系啱啱去到正系金字塔嘅尖。各位向上，反而帝王墓室唔系，帝王室系歪少少嘅。咁、咧就皇后墓室咧就有两条气道，系一样系向北向南嘅。咁、當時佢哋去做嘅時候呢就係向南嗰條，咁向南嗰條行到咁上就停咗喺度，咁佢見到有夢牆，咁於是呢佢就嗰個德國人呢就整咗個機械人仔，好因為那個霧室好細嘅，嗰個唔係霧室嗰個個 shaft 嗰個氣道，係講緊即係以算計嘅啫、即係十年，即係換言之你幾細個人都唔可以喺度爬，人係爬唔到去嘅，所以整咗個好小嘅機械人，一路咁樣躝上去，有個碌咁樣躝上去，對 CCTV 咁樣，冇錯啦，冇錯，現場直播啦，直播冇錯。咁於是佢一路上到去咁上下咧，發現咧就有個冇咗夢牆啦。咁於是佢咧就即刻咧叫個機械人咧就去轉個窿。咁啊轉個窿咧，就希望咧就以為轉咗個窿之後咧，就跟住就會望到天啦，咁樣去出到街。點知轉咗窿之後咧，發現咧原來咧嗰個係個小型嘅密室。咁、就於是佢就放棄咗啦，因為嗰個機械人係冇能力生成牧場咁佢嘅，佢只係住個窿嘅啫。咁然之後整條光纖入去，咁啊發現咧個冇嗰個小型冇秘室裏面咧係有一啲特殊嘅符號喺裏面。只此而已，即係而家就未可以再入去睇。即係裏面係吉嘅，裏面係吉嘅，冇錯係。即係因為佢用一條光纖咧伸入去，咁睇到裏面個情況啦，好細個㗎，全部都好細個。我唔明，你唔好諗住好似因為帝王霧室同皇后霧室咧可以企人嘅，好多人都企喺裏面嘅。即係帝王霧室，我諗隨時可以企十個八個人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嗰個室仔，即係嗰個小型嘅密室咧、其實係講緊一個紙盒咁大，好細嘅啫。哦，即係唔係？我諗人就根本入唔到去咩啦？推測是有什麼用呢個密室？
而家就係唔知道，即係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裏面有符號啊，有好多啲特殊嘅符號喺度，係唔係一般用開嘅埃及嗰啲文字嚟嘅，係一啲怪怪地嘅符號咁樣啦，咁但係就好細，咁點樣當時點樣畫上去嘅咧？咁樣，因為咁細啲人咁爬唔到去噶嘛，咁點做咧？咁樣，咁可能喺起嘅過程的，本身已經做咗，已經做咗啦，就跟住擺上去嘅嚇。嗱，咁如果譬如話，即係一個古金字塔咧，仲有咁多嘅一啲謎團未解咧，咁事實上而家去即係發掘金字塔嘅話，你以你個人覺得咧，個方向應該係點咧？我哋首先破解咗啲定還是我哋睇曬成個佢嗰個結構？即係研究咗先至去揾。不過我哋個角度去問啦，其實阿蘇博士，你最想而家喺有生之年破解關於金字塔嘅謎團係邊個？哦，如果咁問我嘅話咧，其實我對於再去金即係原裝嘅大金字塔興趣唔大㗎啦，已經。咁所以我翻嚟咧就覺得我哋最希望咧可以咧就做多幾個即係金字塔嘅小型嘅模型，咁睇下佢唔同嘅大細啦，唔同嘅比例啦，咁睇下佢有冇揾出幾特殊力量。因為曾經有人 claim 過喺60年代咧係做過金字塔嘅一塊板啊，咁塊板咧可以令到人咧凌空飛起嘅。但呢個有人咁講過啫，咁點樣飛起法啊？佢個做法咧就係一塊板，塊板下面咧有好多金字塔啦，即係大約係五個乘五個咁樣啦。咁即係個金字塔個係向下嘅，即係向地面嘅。咁塊板咧，個人企喺板上面，咁有人話見到佢成凌空飛起可以。咁即係話金字塔嗰啲塔尖嘅力量咧，可以有反重力嘅。呢個但係呢個係一個 anti gravity 啦。嗱呢個又牽涉即係我哋曾經做過一個題材咧，就係喺佛羅里達州就有一個珊瑚島珊瑚嘅堡壘。咁我諗你都可能聽過，就係傳說嗰個人係一個人起曬成個即係珊瑚堡嘅。咁到而家都。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到而家都冇人知佢點起到啊！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佢幾噸重一道門，佢淨係打條鐵通落去，咁嗰道門咧就係條僆仔篤一篤個手指，佢應該可以轉嘅啦。咁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做呢、這個或者即係呢類咁嘅工程，涉及到所謂當其時掌握到呢個反引力嘅知識，即係呢一個可能性有幾高咧？咁可以肯定啦，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反引力嘅機器嘅話，就乜都做到啦。即係無論即係其實等於飛碟啫嘛，即係飛碟有人見過飛碟係講緊成里咁大嘅，咁佢都可以浮起。最近又禮過啦，最近有禮過啦。最近好似搞咗啲火箭啲導彈添嘛。所以如果假設我哋有能力咧去做到反重力嘅話咧，就所有謎團都解開曬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所以如果你問我有生之年我想研究乜咧，就應該係想研究金字塔特殊力量，多過去入。佢今日入裏面再揾下有咩武室啊等等嗰啲就係咯。嗱，因為頭先我想補充翻就係咧，其實佢嗰個力量頭先見到唔係叫風幹，因為其實根本佢喺個密封空間嚟噶嘛，佢就唔好似阿蘇博士做個實驗嗰時係可以通風。其實呢個叫脱水或者 dehydrate， 啲似咩咧？我哋以前最中意咧就即係上呢個 chemistry 堂咧，拎住啲白砂糖啊，倒啲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落去，一擠落去咧，即刻白砂糖變碳嘅。即係點解呢？即係如果佢當然揾啲carbohydrate 嗰啲，即係佢有 carbon 有 C 啦，有 H 啦，有 O 啦，佢係有個好好玩嘅過程，就係、是、即刻將呢個 H2O 即刻短時間強烈抽走咗，即係白色嘅呢一個東西即刻變咗碳咁樣。其實頭先喺呢個金字塔裏面嗰個情況似咩呢？即係係好顯然就係幾個唔同講嘅例證，甚至乎已經講到話咧，如果係頭痛咧，尤其是女士嗰偏頭痛咧，喺金字塔下面咧，即刻就會精神醒曬。可能有咩情況呢？就係啲濕氣抽走咗，即係佢可能唔知點解個特定嘅環境之下呢，係可以即刻將水分可以用一個好短時間嘅方法抽離咗嗰個個體嗰度。咁當然實際如果可以做呢，其實舉例即係如果蘇博士下次做呢，拎住部 wheel cam 即係影住隻吉，係睇下佢個過程係用幾耐時間慢慢開始見到啲皮就巢曬又成，咁就知道嗰個脫水嘅嗰個過程，甚至乎呢其實你可以喺外圍呢啲吉嘅外圍呢搵啲即係專係 test 嗰啲有冇 moisture， 即係啲濕氣嘅嗰啲啲試紙，係啦，就可以知道水係用咩形態嘅情況之下離開咗嗰個物體。即係呢個其實係可以幾可以啲數據上可以做到啲好幾係得㗎嘛呢樣嘢真係。雖然呢我就冇具體嘅數據啦，但係呢我基本上係贊成你講嘅。因為頭先講過幾圖都講過啦，就話其實有人試過擺個
刀片啊，今年合作啦，咁佢會保持即係鋒利啦。咁我都認為咧，保持鋒利嘅原因，可能其中個理由咧，就係、是、因為當你剃完鬚之後咧，因為個刀片個尖個嘅面係好鋒利嘅，咁逢係鋒利嘅嘢咧，佢嗰、那個只係叫電場咧係好特別高嘅。咁、哦、電場特別高咧，佢會好容易吸收周圍嘅水分子，因為假如雖然水分子嗰啲氧咧係有遊離電子喺旁邊嘅，咁佢又會吸咗啲水埋去。咁如果假設個刀鋒俾啲水包住嘅話，自然就唔鋒利啦。嗰啲係水分嚟嘅，但係啲水分咧，因為佢係好尖啊，所以無論你用咩布去抹咧，都抹唔到啲水出嚟。嗯嗯，甚至用焗爐焗啲水都唔會出嚟。嗯嗯，如果有辦法今次透可以令到啲水彈走嘅話咧，咁個刀鋒咧就冇咁多水分子黐住。其實而家冇人利用呢個技術嘅。即係頭先你話有個攞咗專利嗰、那個，攞咗專利，但係應該用電池嘅方法嘅嗰、那個係，唔使唔使，就咁今次搭擺都得㗎啦，唔使電㗎，佢、哦、應該做到㗎啦。咁而家其實已經冇專利嘅，因為已經係四十年代㗎啦，咁、哦、個專利一早冇咗、哦 okay, ，所以大家個人都可以做啦。如果你想做嘅話就嗱，咁、啊、當然啦，即係聽眾即係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 UFO 個問題啦。嗱、啊，頭先你講到嗰個氣嗰條 shaft 嗰條氣道咧、嗯，去個地方即係佢射去個地方咧。究竟呢个系二千，即系嗰个四千几年前，定还是一万年前喺个方位嘅咧？嗯嗱咁样嘅，就根据佢哋而家研究咧，就认为咧，即使我哋用翻二千五百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啦，咁佢都认为咧，就系嗰个金字塔，如果系向北咧，佢系会指向呢一个大熊座、小熊座嘅。咁然之后咧，向南嗰个咧就会指向呢个猎户座。只有猎户座嗰个三六三六三六中间个星系嘛，咁所以咧所以变咗利用呢一个咁嘅即系天文现象咧，就有人就几相信佢应该系二千五百年前，即系公元前二千五百年起嘅，咁即系离开而家大约四千几年啦，四千即系固然冇咧，即系我哋一个著名嘅学者就讲啦，三代之前人人皆识天文啦，咁、所以当其时即系望到呢星咧，就应该唔奇怪嘅，因为。即系睇天食饭嗰时候，所以个天文学即系我谂好多人都食。但系指向猎户座呢个有冇喺飞天学嚟讲？有冇玄机咧？呢、這个我又冇研究过，即系即系点解会指向嗰个位置？咁但系咧就因为话嗰三个金字塔嘅位置咧就等于条腰带啦。咁、会唔会系表示有外星人喺嗰边嚟咧？我唔知啊，呢、這个睇下几度会唔会有啲咩？嗰度嚟好远喎，嗰度我都同阿崔博士你一样咁谨慎咧，会老就或者转个角度去问咯。其实飞碟学点样去解释呢个猎户座呢一扎星有冇特别嘅含义，或者有啲咩嘅喺过去历史当中人类嘅影响咧？真系。其實星座咧，即係天文學嘅角度嚟講啦，其實星座係冇乜意義嘅。星座咧，人嘅一個即係，因為有想象出嚟，係用飛碟學研究者係咪會對獵户座有特別嘅研究，或者特別嘅一啲嘅代表咧？應該就冇乜。我哋對積女星有睇多啲啫喎。咁就因為同一個星座嘅星咧，可以相差好遠嘅，可以相差好遠嘅。咁但係如果佢既然金字塔同獵户星座咁有關係，但係點解飛碟學好似對佢咁冷對待？佢呢個係最最主要咧，獵户座嗰度咧，反而就係從地球嗰角度咧，即係睇個天嗰、那個天體嘅運行嗰度咧，就砌出咗呢個金字塔有一個特別嘅意思嘅，即係特殊嘅意義，就唔係同嗰個叫係會唔會係將佢放落飛碟學嗰度咧，用一個叫有外星嘅超次生命咧嗰度咧，係揾到個關聯。其實有呢種分別，但係我即係好直覺咁去講啦，即係冇研究咁樣。喂，佢始終嗰度即係話俾聽，喂，我哋嗰度嚟噶嘛。嗯哼，即系你提咗呢个已经系一个答案啦。呢个你想头先苏博士同埋阿纪涛讲到就系话，好似飞碟学会或者飞碟学嘅研究者，完全对呢件事好似冇兴趣咁样。佢即系如果好多时讲嘅时候咧，而家我哋普遍所讲嗰啲被外星人嗰啲咧，其实好多都讲紧喺太阳嗰边嚟。咁就系你话猎户座啊嗰样嘢嗰时候咧，就其实系就因为先有金字塔先，喺外星人啊呢个都未曾讲嗰阵咧，就已经有金字塔喺度。而啲人喺研究金字塔嗰时候咧，就睇到佢嗰个叫有个指向，而个指向咧就反而咧就同个地球嘅认识地球人认识天文学嘅嗰个咧系有一个特殊嘅意义嘅。反而呢个系喺人嘅嗰个角度系揾到好多知识翻嚟。咁如果你将佢放埋落去嗰个飞碟学嚟讲咧，咁飞碟学咧即系里面就系问就是，如果系外星人咧，外星人喺边度嚟嘅咧？
咁係咪會有一個可能就喺個獵户座嘅嗰嚟呢，係亦都有一個咁嘅講法，就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個字。咁但係如果你再深入去研究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呢一個咁嘅論述呢，其實用人嘅角度嚟去講出嚟，唔係一個好確實嘅證據。咁你會睇到有啲即係可能有啲人研究有外星人啊，飛碟學嗰啲人呢，或者已經好壟斷咁樣，就會覺得呢個可以變成一個證據。咁但係我哋唔係個派囉。或者其實可以咁講話，假設即係有啲人唔單止講呢三個咁，而係同獵户座有關係㗎嘛，聖跳利羅河就係、是、等於好似銀河咁樣㗎嘛。會即係我哋大膽啲假設，其實就係話成個利羅河成個谷根本就係一幅好大嘅一個即係個星圖，星圖係啦，係啦，即係會係一個坐標，因為其實我哋見美金裏面咧，咪嗰隻眼就喺個金字塔裏面嘅，因為其實有啲人都講啊嘛，埃及啲古老嘅説法就係即係金字塔其實係一個巨大嘅眼睛嚟。即係我唔知咁樣講，可唔可以穿作褲？哦，唔係，佢咁啊，個眼嗰度咧，佢其實有另外一個即係玄機，因為嗰個涉及到個比例嘅問題。佢每一個即係譬如百分一啊、十六分一啊，咁一路有落有落。咁呢個換言之，其實當其時佢話俾你聽就係、是。埃及人掌握個數學高等數即係數學嘅能力係幾何能係相當之強。係呀。同埋佢從幾何裡面呢係搵到有一種意義嘅。係呀。呢個係抽象嗰個嚟㗎，唔係代表隻眼睛咁樣。咁但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喺嗰個埃及嘅而家剩低落嚟嘅文獻或者一啲符號入面呢、有冇涉及到同飛碟有關嘅一啲符號呢？剛才講過啦，其實喺金字塔裏面呢係俾人搵到一啲即係古代嘅圖畫，個圖畫呢係見到呢個外星人嘅。個外星人個樣有飛碟啊，嗰啲形係啦，冇錯啦，有飛碟個樣同埋個外星人樣咧，就係好似我哋而家見嗰啲小夫人嗰啲嗰隻眼咧尖尖咁樣。咁、其實呢種咁嘅外星人咧，就唔係淨喺埃及見到嘅，喺呢個四川啊嗰個三星堆咧都見到呢類咁。哦，即係好大隻眼，大眼仔嗰啲咁樣。尖啊，嘅長就係好大嘅長嘅嘢。咁於是咧就變咗咧，就令人覺得咧，即係古埃及人咧同外星人咧有啲關係嘅。咁亦都即係因為而家亦覺得即係金字塔太難起啦，咁所以會唔會係外星人幫手呢？咁樣即係搵隻飛碟嚟拉扯起嗰啲石嘅話就好簡單啦，好容易做到啦咁樣。咁但係幾台就譬如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見到外星人嗰個呢，喺周遭嘅文明，即係講緊唔係周遭文明，即係喺同時代或者其他地方有冇即係同一個類似嘅情況出現呢？相當之多添。因為嗰個就係你要喺個咧就睇嗰啲叫關於叫古代嘅原始嘅壁畫裏面咧，就係、是、都有好多依種即係留低咗咧有依種咁嘅形嘅嗰種咁嘅記錄。不過咧就喺個金字塔裏面咧，嗰、那個咧比較上係特別咧，因為成個金字塔裏面嘅嗰啲壁畫咧留低嘅嗰啲符號啊，或者嗰啲文字咧，你會睇到咧佢係一個叫做係一個書寫形嚟嘅。是一種即係佢裏面咧就唔係一種就咁純粹記錄，嗱即係可能我見到一個咁嘅形，然後就將佢畫上去啦，或者三星堆嗰個咧，佢可能佢見到一個形咧，就即係做咗一個咁嘅土偶係形似咁樣啦。而但係金字塔咧裏面咧，同埋佢好多其他嗰啲即係埃及啲古埃及嘅神殿裏面咧留低嗰啲壁畫咧裏面咧，你會見到咧。佢除咗嗰個有啲好似外星人嘅，譬如飛船嘅形，最近係成日講嘅，有好多啲形咧，似直升機又似飛碟咁樣，亦都有好多啲人咧，即係嗰個形象咧，係即係會同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嗰啲外星人係好接近。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就喺埃及嗰個咧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嗰個壁畫裏面咧，其實係一個文體嚟嘅。佢裏面呢就係或者呢佢呢個人裏面呢佢有一個更加一個好似象形文字咁樣呢係裏面有一個叫代表嚟嘅。咁所以呢佢喺嗰度呢就你佢就未必用一個好寫即係一個叫一個寫實嘅嗰個概念呢講佢記錄咗有一種呢種形態嘅人。尤其是佢最重要呢你會睇到呢喺壁畫裏面呢佢有四種嘅人種嚟㗎嘛，有啲係好似嗰啲叫鹿即係雀嘅嗰種頭嘅嗰種形。有啲係狼嘅嗰啲形，咁但係咧你會神嚟嘅佢哋，係啦，呢啲你又睇到佢哋嗰啲叫佢哋嘅嗰種叫做係
嗰種種族嘅嗰個派嘅嗰、那個嗰、那個意義嚟嘅嚇。咁佢裏面嗰個咧係其實一個文字嚟嘅。咁佢從裏面嗰度去睇嗰時候咧，你就唔會就咁叫看圖識字嘅咁樣咧講。啊嗱，依度有個叫嗰啲叫做咩阿里王式，咁就錯咗噶啦。咁啊，你當咗佢係一個文其實係裏面咧，佢係一個叫文有一個文體嘅記錄咧，裏面咧佢會裏面嘅意思咧。是多过你就咁睇到佢个形，你去解释咁就够啦。但埃及文字系种象形文字嚟嘅，系、啊、所以其实你都唔可以抹杀咗，其实就系佢每一个文字都已经系一个嘅故事。啊，佢做一样嘢系啲人去研究嗰时咧，仲有好多嗱，譬如我手头上咧有一本奇书嚟嘅，呢本叫《古埃及神学易经》嘅。咁啊，点解奇书咧？咁嗰个而家讲咧就可能会讲好多咧，我好略略咧就睇睇咧就系。呢个叫林明华作者啦，系啦，林明华咧呢个作者咧，佢其实基本上咧，佢系用而家嘅埃及文，埃及语啊，就再加埋嗰个埃及呢啲咁嘅古代嘅图腾咧，其实系有分别嘅，系、有一啲分别。里面咧就即系佢好大，即、就、系、是、一个好大嘅一个构想咧，就用闽南话咧同佢做个对比。就佢揾到咧，古埃及文咧就有好多啲語啊、語氣咧，即係嗰種說法咧，嘅音咧係同閩南咧嗰樣嘢咧係相對到嚟嘅。咁佢嗰度咧就提出咗一個好大膽嘅一個理論咧，佢就話西方人咧佢睇嗰個古埃及嘅嗰個壁畫嗰時候咧，佢有一樣嘢咧就係忽略咗嘅，就係話嗰個叫左右嘅嗰個讀法咧。都已經咧讀錯咗啦，因為佢喺西方裏面嗰度咧，係全部係好似英文咁樣咧，一睇嗰時候咧，佢都預算咧呢啲象形文字咧係從左至右，但係咧佢咧就係睇到有樣嘢，但係佢都未曾係引證係證實係啱嘅啦嚇，但係佢係依個有個論述咧，佢就話你要睇佢神企嘅嗰個係咩位，嗰、那個咧當你個神咧企喺個位嗰時候咧。如果神嘅左边嘅嗰啲咁嘅文字咧，就系、是、从神呢边开始读起向左读嘅，但系佢喺右边嗰度写嗰啲文字咧，其实就从右边咁样嚟读嘅，系两种读法嚟嘅。咁佢话如果你从呢、这个嗰、那个咁嘅理解咧嚟去睇嗰神咧，你就会睇到咧，就我呢本就叫《古埃及神学》里面咧，佢系睇到咧，就睇到原来中国嘅易学啊。易经嘅里面咧有好多好多啲，即系我哋已经失传咗嘅嗰个叫发展咧，原来系同古埃及嘅呢啲壁画里面留低嘅嗰啲咁嘅文字啊，里面咧系有渊源嚟嘅。如果睇翻啲数据讲咧，其实埃及文字仲可以由上而下咁睇嘅，所以其实佢系如果你见到一幅画里面嘅文字咧，其实佢系所以系由外围朝向嗰幅画嘅中间嚟去阅读嘅。你呢个就个嗱上而下咧嗰、那个咧，其实唔系佢反而咧系刚刚调转咗嘅。佢话系好即系埃及文咧就系、是、好似一啲。植物咁樣樣嘅，其實佢話你睇中國嘅易卦都係嘅，都係從下睇上去嘅，即係咁啊，易卦都係咁樣嚟睇啊。古埃及文咧都係好似植佢啲文字好似植物咁樣咧，係從個土地咁樣生上嚟，咁你係形成咗佢文字啊。咁啊呢個咧，你會睇到佢裡面咧就係放咗有好多啲。原机喺度。不过咁啦，即系呢一个咧，即系系一个我谂正统嘅埃及学咧，就比较难去判断嘅一个问题啦，因为后面先涉到嗰个古埃及文嘅认知嘅问题。咁、最后咧，我想问阿苏博士两个问题。其一咧就系而家喺2012年之前或者2011年嘅时候咧，飞碟学最新嗰个兴趣或者嗰个方向系去到边度？即是对近排即是突然间比较多的 UFO 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其二呢就是即是埃及对研究 UFO 的人来讲呢，它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先答第一个问题啦，就现在比较在 UFO 界多人讲的就是玛雅的传说。就话即系我哋太阳系咧喺2012年咧就会进入系啦，进入去一个新嘅
喺銀河系嘅領域。咁啲銀河系咧，差唔多就喺邊度咧？差唔多就喺嗰個碟，我哋個盤嘅中間嘅位置。咁一個比較叫黑暗嘅地方。咁喺嗰啲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即係所謂光子帶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 UFO 界裏面好流行嘅講法。咁呢個咁咧，進入邊個光子帶咧，會對地球人咧會有好大影響，即係對尤其對我哋嘅諗法啊，會提升人嘅層次啊等等。咁但係呢個咧就太空總署就極力否認啦。咁天文學家亦都否認，佢話冇乜可能有啲咁嘅現象嘅咁樣。咁同埋咧就所謂地球同太陽同銀河系嘅中心連成一線咧，佢呢個成日都會再發生噶啦，所以冇乜特別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呢個我哋暫時仲係繼續等啦。咁至於嗰個所謂即係 Nibiru 啊，即係第十行星嗰個問題啦，咁到而家我哋都暫時仲未係全球觀察到。咁雖然有人話影到，咁但係係咪真我哋唔知。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咧，如果係真嘅話咧，冇留到呢個時候咧，都影到啊，影到鋪頭啦。但是近排嗰个 UFO 嘅报道都好多，呢个系一个错觉，一定系还是系真系嗰个频率系开始高咧？你发现咗 UFO 嘅呢种咁嘅新闻咧？吓，嗱，其实咧，我谂咧就应该系我哋人个手都有个摄影机，令到即係多咗好多，因為以前咧，你知見到咧，你真係報人都唔信你噶嘛，或者你唔想報添嘛。而家個人都有相機喺身噶啦，咁變咗一有影到就一有就影到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多咗其正路嘅。咁亦都第二個咧就喺麥田圈裏面亦都有講過咧，就似乎2012咧有機會有一個特別嘅時刻，咁但呢個時刻就唔係世界末日嚟嘅，係一個特別嘅時刻咁解啫。咁所以咧就可能外星人對呢樣嘢會有興趣啲，成日會嚟地球參觀都唔出奇咁樣。唔係可能一路睇開嘅嚇，即係如果有冇理由話突然間2012嚟啦，咁但係我諗就算你話信唔信嗰、那個即係 UFO 或者咩都好，我諗2012其實都係一個幾會出現幾大轉變嘅一年嚟嘅。有人話係太陽黑子會活躍啦，咁但係坦中之亦都否認嘅，坦中之話活躍唔會係2012，應該2013或2014咁樣。咁所以變咗而家即係我哋從美國太空總署俾到我哋嘅即係科學證據咧，就同即係飛碟學派裡面講嘅嘢咧，暫時都冇乜邊樣嘢係吻合嘅暫時。哦，咁佢梗係唔會同你吻合啦，真係。但係你睇短期之內會唔會有一個所謂full disclosure 嘅可能性喺度？即係譬如話美國。或者法國或者是英國有全面公開曬咁多年嘅一啲有關UFO 嘅機密嘅檔案，會俾大家俾公眾睇到咧。其實而家英國、加拿大、法國咧就已經公布咗好多噶啦，已經咁啊，係美國咧就死都唔放出嚟啦。咁啊不過問題咧就係我諗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就其實一般人對於飛碟嘅存在咧已經唔係好驚訝噶啦，即係50年代所謂藍皮書叫逢係有飛碟嘅新聞都收埋咧，呢個應該係過時噶，即係而家已經有人咧訪問。一個任何美國人，佢相信有飛碟有外星人嘅人咧，我諗可能仲多過教徒嘅，咁所以根本已經冇震驚嘅已經，所以尤其香港，我諗好多人都會信有噶啦，只不過咧就係、是、有咁點咧，咁對我哋有咩影響咧咁樣，即係咁樣。哦，有可能，如果有就影響好大噶啦，有我從來相信，如果有就影響好大，因為你涉及到即係我哋個政治啊，或者我哋個經濟能唔能夠面對呢一個新嘅一個咁嘅形勢嘛。OK， 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在埃及或者在金字塔上面出現的 UFO 的頻率高不高？我自己所了解的就是唯一就是那些壁畫啦，咁有見到一些即係疑似外星人的物體啦。咁至於金字塔本身有冇人？嗱咁講，我都見過喺金字塔嘅相度咧，係見過有飛碟嘅，即係有。如果你就咁大上 Google 或者 YouTube 都見到喺金字塔旁邊有飛碟出現過。咁除此之外咧，究竟即係喺古埃及有冇即係不斷咁樣話有 UFO 出現咧？就又未必覺。咁但係咁講，佢啲神話裏面咧，其實神話就我哋可以認為神話就係一啲曲解咗嘅歷史現象啦，外星現象啦咁即係就算喺聖經入面，可能大家都對某一啲章節都覺得，會唔會其實係一啲飛碟嘅現象嚟㗎嘛？呢、這個先知書裏面都講過好多啦，呢啲冇錯，譬如以西結書啊，冇錯係咁但係即係呢個埃及咧，無論話飛唔飛碟都好咧。即係事實上，金字塔嗰個建造或者個構造或者佢嗰個入面嘅一啲
超自然嘅能力咧，都係一啲我哋暫時解釋唔到嘅一個充滿神秘感嘅議題嚟啦嚇。咁、所以今日咧就事實上亦都係觸及到，即係觸及到埃及嘅金字塔學嘅入啲皮毛。是吧，因为要研究呢，我諗真係无穷无尽啦。咁特其至近排你都听到呢，就即係香港已经有朋友呢係申请到去埃及做一啲发掘工作㗎啦。咁发掘工作呢，你即係最一样嘢呢，最要大嚿钱去啦，因为嗰个係支撑到埃及人民生活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我仲以为阿台长你会呼吁我哋香港自己再支持阿苏博士再整多几个金字塔出嚟玩一玩添。這個我覺得就不需要呼籲，因為如果以剛才蘇博士那個即是講出來的成本呢，我想很多網友都做到的。是、啊、即是我想其實有多已經是啦，都試過都試過。問題呢就是我們要做得比較大一點的時候、舉個例子，譬如說一些我們能夠入面打坐、或者是我們入面去做一些比較複雜一點的實驗呢，那這些可能要網友集體自己去構思啦，係啦，呢啲未必一個人做到，咁但係譬如你有興趣嘅，咁大家做一個組群咁樣啊，大家夾啲錢出嚟去揾個地方試一試，咁呢個其實就後面有好多學問嘅，因為呢個唔係神秘學問，呢、這個係淨係一個即係 laboratory 即係 lab 嘅實驗嚟嘅，實驗室入邊嘅實驗。如果真係有聽眾網友有興趣咧，阿蘇博士可唔可以做佢哋嘅顧問咧？真係。哦，可以，我其实唔难做嘅，即系其实我比例啫。我即时咧都已经有一个实验想做，想阿苏博士咧做一个好似间房咁大嘅一个金字塔，可以坐到四个人入去里面嗰度做节目，唔系。是打麻雀，睇會唔會影響到？會影響到咧，我哋咧即係打麻雀嘅裏面嘅嗰陣時咧，誰勝誰負咧啊？依一件係好香港式嘅一個金字塔嘅一個研究啊！係，咁你可以入邊試下唱歌啦，係嘛？依個係台長嘅心願。唔係，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即係金字塔同天文學之間嘅關係。係呢、這個我諗係。即系唔理佢系咪UFO 或者咩，总之正统嘅天文学界咧，其实对呢个问题都好有兴趣嘅、特别同咧，譬如话南美嘅，即系天文学啊。其实我对阿苏博士咧，佢研究嗰、那个金字塔咧，即系嗰个方向咧，系最有兴趣嘅、因为咧，即系虽然咧，但你要睇到佢嗰几何形里面有咁有即系咁有一种即系。能力咧，你可以已经可以做实验做到出嚟。咁但系咧，就现实嘅呢个金字塔里面咧，佢依种佢制造咗呢一个咁嘅咁巨型嘅几即系一个几何嘅建筑物嗰时咧，佢系实际咧，佢系用一个叫内部金字塔嘅里面嗰度咧发挥作用啊，定系向外发挥作用咧？呢、這个我哋而家都系冇乜太多啲数据咧，系或者冇乜太多啲研究咧，系解释。佢咁巨型嘅一個建築，一個呢個咁大嘅建築嗰陣時候咧，佢究竟有啲咩作用咧？嗱，而家佢嘅嗰個對呢個幾何形嘅嗰個研究咧，你會睇到佢係做實驗咧，已經有呢種咁嘅能力。但我哋喺個地球嗰度一個咁巨型嘅一個和夫金字塔喺度，究竟嗰個我哋以前嘅祖先佢做呢個嚟係淨係為自己呢個金字塔裡面？收埋咗啲嘢，或者係有一係定係還是話佢周遭嘅環境呢、這個對我嚟講係產生力量啦。咁呢個我哋將來再睇睇。咁但係咧，即係可以預告啦。咁蘇博士咧，我最近喺城大睇到你本書。即係唔可以講你本書，話你應該你同另外一個學者編㗎嘛。我哋兩個人作啦，即係。係啦。咁但係嗰個書嘅重要的地方咧，就係因為佢係用風水理論做一啲實證嘅工作，就真係走去新界一啲。风水地咧，风水地，即系有建筑物嘅风水地，围村咧，围村去睇过咁样，咁所以呢度咧就预告一下啦，即系如果我哋阿苏博士再有空嘅时间咧，我哋再同佢访问苏博士，讲一讲即系香港嘅风水实例啊，好，今日时间差唔多，下礼拜再见，拜拜，好，拜拜。梁锦祥工作室喺呢一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嘅年代。我哋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哋相信内容有价，而你哋嘅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哋喺 YouTube 频道上面嘅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同埋揿钟仔啊！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